哎，不是，他有的人他演，他有的人，那也确实，对，就是的呀，那所也确实，以我可以，我其实我会算命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嗯，那我们来打个赌吧，好不好？行，怎么赌？嗯，如果我猜对了，呸，乌鸦嘴。如果我算，如果我算对了，然后你就不要给我差评，你就算我满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行。嗯，我敢打赌，呸，我先让我算一下啊，你让我算一下啊，你让我那个沉淀一下思维。嗯，闭上眼睛，我算一下啊，我算一下，嗯，你现在肯定是坐在电脑旁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嗯，是吧？我说我会算命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肯定不能骗你的呀。那你这个算命算的还是挺好的啊。嗯，那我那个满分还有吗？满分可以有，但你这个算命的能不能算点有意义的东西？嗯，那我再算一下，我再算一下，哦，我再算一下。嗯，那我会这样子。那我再算一下啊，你现在，我等一下，我算一下啊，让我发挥一下我的功力。这个每算一次，我对我的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，你别所算以我了，现在稍微你别算了，你啊，连个不是，屁你都算不出来，你拉倒吧，你还算别，命的呢？你要是算命的，我就是天上玉皇大帝，你还算命的？我是千里眼。那你能看到我现在在干嘛吗？你现在在拿个手机跟我说话。行，我没拿手机，我手机是放在桌子上的。我的手是在点鼠标，我的手是按在鼠标身上的，所以就你。一般般吧，我觉得可你的以吗？技术需要磨练一下，可能我得手把手教教你。你要手把手教我呀？但是肯定是不行了。咋么回事呢？你自己说的手把手教我的呀？因为我搁沈阳呢，因为什么？我教不了你。嗯，那我虽然我技术是烂了那么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的，对吧？就我们要换个思维，是不是这样想？那你要玩想亚一下索其的他方都开心，玩亚索的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没不开心。我说玩亚索的都开心，为什么嘞？因为都0-15啊。你没有0-15，你怎么可能0-15呢？你这么牛批？没，我说你。我上把没有0-15。我数了，我上把1-6-7，啊，那是，嗯，那战绩确实还行。也不这样子，是呀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虽然说我技术是很菜，但是我这种就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怎么去玩，他就是这么菜，他人家过来了，你就是反应不过来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凭本事的。不能说凭本事，凭运气。我上分都是凭运气，就肯明定白了，别人就强是反厉应害不的过呀，来，就没办法。就很无奈。就我就很羡慕像你们这种操作这么厉害的人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天赋，啊？天赋吧，啊？这可能就是天赋。当然也与我是，长期努力其实有关系。我也挺努力，那，喂，你卡了。当前通话对方网络不佳，网还不太好。多个小时，我一天玩7、8个小时，哎，刚才你说话我我一句卡没了听吗？见，你卡了刚才。
现在卡了。现在好像也没带好，也卡了。喂，我怎么换了个皮肤？嗯，现在还卡吗？没想到，现在我又回来了。现在还听不到吗？现在能听见了。你，我知道你主要玩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家的网不行。是吗？你家网真不太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300块钱一个月，按理来说我应该挺好的。300块钱一个月，这么贵？你是什么网？真的很。电信的呀。挺贵呀。我这一个月才100多。完了，又卡了。不卡不卡，我在听你说话，我在听你说话，我刚忘记买药了。啊，那你要回去买吗？我在听你说话。那你赶紧回去买呀。我先不回。如果我回了的话，我怕他骂我。你不回他才骂你呢。啊，但是如果对面来反眼了，我回去了，他不得骂我吗？不会的，那你就少死一个，要不然这波一波你们死仨。去买个药。我也很奇怪，按理来说应该不至于这么卡的呀，对吧？300块钱一个月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网站特别差。我看看啊，就很无解。那网确实应该换一换。平时除了打游戏还做什么？我还抬杠。抬杠？你工地抬杠吗？啊，我工地抬杠。那你是不是力气很大？牛批。那肌肉还是有点。肌肉。你多少斤吧？我能驮住你。我100斤左右。那抬不动了，那太沉了呢。但是我高呀。你多高啊？我1.69米。1.69米还行吧。是的呀，我将近1.7米了，很高啦。但你口说无凭。那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你给我个机会，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身高。你要怎么展示？对啊，我要怎么展示？这是个老宇会记住的。对呀、你想想吧，你怎么展示展示？要不你这样子吧，你看一下，你就是你对比一下你家的电脑，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啊，头了。你没上分？上什么分？掉线了，都不加分。为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是4票同意的呀，不是吧？那也不行。我看错了吗？那也不行，加零。我看到的是4票同意，我看到加零了。加零，没用。这个不还不浪费时间吗？确实浪费时间。那你怎么证明一下你自己的身高？你看一下你家的门。我们的门应该是差不多高的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的头顶是离门大概还有个30厘米左右。那这样是不是就显得我很高了，对不对？我家门3米。你家住大别墅啊？你家门三米。我家吊顶比较高。那这个也不行，还有什么参照物呢？要不你直接过来吧，我给你直接比一下就行了。我还过去，我打车过去啊。打飞机过来。我打飞机什么打飞机？我坐飞机。飞机你也打不下来呀。我排没排？
我没排哈，我排一手。嗯、你排了吧？我刚排。是没说，你刚排吗？我刚刚不是看，我这不见你排了吗？飞机从你那儿到沈阳得多长时间呢？嗯，应该2个小时吧。2个小时，我就看你家门多高。那你那边有没有好吃的东西？门不是重点，我才是重点。你要看一下我多高。你看你多高？你没有照片吗？哦，对哦。你好像早不提醒我了。啊，我的啊，我的。嗯。对呀、啊，我可以有照片的呀。我的。就是其实，我有照片的呀。我的问题啊。你觉得听我的声音，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、长得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嘞？那不知道。你猜一下嘛。那也猜不太到。哎、啊啊，你猜一下嘛！你都没猜，你就猜不到。我咋猜呀？近，快进！就听声音嘛，就有的人他声音比较萝莉啊，然后有的人声音比较那个什么呀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声音去辨别一下，你觉得他大概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？就是声音，你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形象是什么嘞？你在我心里的形象就是话比较多，玩的比较菜，然后总爱开车，还说谎。我没开车，你。别，你这个不行，我你作为我的管理，你不能这样诬陷我的呀，我哪里给你开车了呀，你这个不能这样的，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。你拉倒吧。你多大了？我28了。你28了呀？我27，我比你小1岁，我们俩刚刚好。什么刚刚好？不对，那我得比你大2岁。完了，我问金什么？他们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？女大三抱不动。那我31。你31，你可是岁数有点大了，你是。你不喜欢大的呀？我不喜欢大的。你喜欢小的呀？我喜欢小的。小的不是，他们不是说小的没感觉吗？你看。哎，你看这车速多快！哎，你看，就开始了。不是，哎，就莫名其妙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的意思就是小的没感觉，太嫩了嘛。不是，你给我个辩解，你给我狡辩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又开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式的啊，在我们办办啊。这个不太行啊！我们伴伴的陪玩都得有点绝活，长得好看，这个声音比较好听，玩的比较不错。你没有一个符合的。我除了玩的不怎么样，我声音好听啊，我长得好看啊，是不是？你这样，我只要不用啥那个嗓门说话，声音就还是可以的呀，对不对？声音10分，我给你打个2分吧。为什么我才2分呀？因为你就值2分啊。怎么可能呢？那个我，那你喜欢萝莉音还是什么音？你有别的音呢？没有啊，我就问一下。没有，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看一下你的喜好啊，如果你喜欢萝莉的话，那我指不定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。啊，不用，那你就这样吧。嗯，你就已经对我放弃了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哼，铁观音，我喜欢铁观音。铁观音，哎，那个铁观音我没听过。那我喜欢海螺音、海豚音、你喜欢海什么？海豚音。海豚音。我这个就海豚音。你那不是，你这是
大鹅人。你别，我不是大鹅人。他们都说我声音好听呢、啊。谁说的呀？谁这么骗你？好多人啊。我。不是骗我呀。我今天就拆穿他们的谎言。欢迎来到。就好多人都说我声音好听啊，很真实呀。上次有个人说你，他说三分，你说我听过声音最好听的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是我听过的最真实的，难听的最真实的。我觉得他这个难听肯定是开玩笑的，真实我觉得应该是说真的，就觉得我声音好听呗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是菜的真实的。严阵以待。嗯。没关系，你要想，没有我这种菜逼，怎么突出你这种高玩的优秀？行，我记住你了，我记住你的 ID， 你的半半 ID 79123。全军出击。嗯，你不会要去投诉我吧？我不会投诉你。嗯，好，我就知道你最好看了，你最可爱了，你最棒了，你最厉害了。你怎么样夸我，也不会在我心目中挪动你菜的地位。你再这样子，我就要喷你了。你不能做人，不能太过分了，是不是？你还会喷人吗？我都已经被遇到这个地步了。你还会喷人呢？我还会啊，我不仅喷人，我还喷。我不仅能喷人，我还能喷火呢，我还能喷水呢。喷什么水？喷水。葫芦娃，葫芦娃你没听过吗？我听过葫芦娃，你是葫芦娃啊？啊，那确实。嗯。葫芦娃都是一个一个送的。没有，我这把我尽量一次都不死，可不可以？行。那我一次都不死，我还拿他，我还拿英雄号他血。把我们 AD 看这样，你要能一直不死，我就叫我那半半的那个全体员工去给你点点关注的。你要叫半半的全体员工来给我点关注。全体员工。就我一次不死啊！啊！完了，这个我有点亏。要不这样子，3次以内，你看怎么样？3次以内啊！三分嘛，三分得给三分个机会嘛，就这个道理。行也行，3次以内也可以，事不过三吧。嗯，好。那这边要猥琐一点，我早知道带治疗了。门铃响了。你家门铃响了？啊，门铃响。哎，你说实在话啊，那你工作累不累呀、啊？你在办办工作，你累吗？那不累。那你每天的工作是负责什么呢？质检员呢？啊？看招！质检员呢？看你 Q 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其实我主要就是抬杠的，我不是什么质检员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工地抬杠吗？工地抬杠的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，对面来人了，我吐了。我可以叫我那些工友们给你去点点关注。嗯，那你叫你的工友来给我点关注吗？行不行？行。那你需要我付出什么吗？付出什么？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那你这句话确实没毛病，看来你很懂啊。是啊，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的呀，就是这个道理的呀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你很懂这个道理。嗯，不过说实在话，你还是我遇见的比较好的老板了、啊。我上次遇到一个就是很奇葩的，真的。什么奇葩？怎么个奇葩法？哎，当往事不堪回首。他特别过分，他威胁我，他要我叫爸爸，不叫爸爸他就给我差评。那这确实太过分了，这人怎么能这么过分呢？是的呀。叫爸爸。你不能，
叫爸爸。啊。那别人都威胁一声，我也要威胁一声。那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早就不跟你讲了，你这……没，我跟你开玩笑。这个样子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啊。嗯，好。我就知道你是特别善良的人，你怎么舍得威胁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呢？其实我就姓霸。我姓霸。我姓霸。啊、你也可以叫我爸爸，不是爸。我知道，我说你姓爸。我姓爸。什么？我又回来了。我卡了吗？我没听你姓爸。对，我姓爸，不是大。啊，我知道你姓爸，你不是大。啊，等一下啊！不是大。我先发个鳄鱼。还有谁？好了。好的呢。我塔皮让他给我吃了，哇，太过分了啊！这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他吃你啥塔皮？你这边还你这边还那个啥的，他吃你啥塔皮啊？他吃到我塔皮了，我没吃到塔皮。不是，啥？你不是你的那个还？你看一下你的塔五层还在呀？四层了，吃你的了。四层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边看到是五层呀、啊？卡 bug 了。这边的还是我自己的。卡 bug 了。我把血拿回去，那不行。我这把一次都没死哦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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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可以。嗯。我把猥琐了一批。进步了啊！生怕死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去放。只是其实这个效果其实不好，我跟你讲，它会影响很多不好的东西。呢？对面来人了，对面来人了。怎么呢？不过也还好，我们家这把我们家 AD 挺猥琐的，没有上把 AD 这么刚。不行。他满城怒气，好像杀不了啊！不行啊！没想到吧？完了完了，我搞不起了。我又回来了。你是用脚玩的游戏吗，妹妹？不是呀。把他们也算。我奶奶玩的都比你好。我没有死，就我就差一点，但是我没有技能啊，我蓝条也空了。没死，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，不给自己找借口。没死，其实也行，其实也行。但是我刚刚 Q 到人了，我真 Q 到人了。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玩英雄联盟最重要的一点，别慌啊！你就是慌了。嗯。好了，我就真的，不过说真的呀，你真的是我见过真的比这好的老板了。是吧？因为怎么说呢？你声音又好听，然后你又不会去让我做些什么不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你还不会威胁我。关键俺们不是免费的吗？我哪好意思呢？这是妹妹。我不是你，你咋回事嘛？我每次我想煽情一下的时候，你就一瞬间一泼冷水把我给泼醒。不是、啊，能来一点陪玩于老板之间这个亲密的感情吗？啊，行啊。嗯，我先去杀个狗头人。啊、太惨了，狗头人。嗯，要相信我，我可能是很菜，但是我有一颗非常想保护你的心。心态还可以，真的，说实话，怪不得接不到单。不是这个接不到单是因为这是干啥？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也的确接不到单。这也是不是你的错啊？但没关系。你好棒啊！
你大杀特杀了，我看到了。嗯，我大杀没关系的吗？没关系，碰着你也算是俺俩的缘分啊。我、嗯、我让我工友们给你去点点关注，然后可能你就会接到很多单子。虽然他们不一定能点得起，但是我们人力指定没问题。对，那你肯定不可以。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呀？关键是你跟他们说了吗？我跟他们说你办吧 ID 呀。你还把我的 ID 记住了，你现在还记得吗？我现在不太记得了，你可以再说一遍，给我扎死了。哎呀，我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等会再说。我没 Q 到人了。一卡了。谁卡了？不是谁卡了，你别打岔，我说那耗子 A 卡了。你现在你还记得我的 ID？ 我不记得你的 ID， 你可以说一遍。嗯，我的 ID 是79113。除了 ID， 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找到你？还有啊，还有房间号107。1207呗。嗯嗯，107。还行吧，打死一个，哎，差一点点打死，差一丢丢。嗯，没关系。但咱叫的工友可肯定不能白叫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也说凡事他可能都得付出点代价。是的。我那什么吧，这样吧。你有没有照片什么的，让他们看一看，看看这个你陪玩的质量怎么样？我的照片是吗？嗯，有的呀。最好是能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气质的那种。哪方面的气质呢？那你自己有啥气质，我哪知道啊？嗯，我有，我想一下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有非常高的身高，我还有非常好看的脸庞，我还有非常长的大腿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就把你的脸、大腿跟你的身高全露出来不就行了吗？哇，我被控了，完了我就死两次了。没事，我马上无敌了。这是个 AP 狗头人呐。严阵以待。还有塔皮，我有点无敌。不行，我死了两次，不行，死了。但，哎，说实在话，我觉得，嗯。我真是抬杠的，你没发现你说我说话我一直嗯，对，你一直杠我，就我每次想跟你表达一下我对你的那种亲近的时候，你都会一句话把我噎住，让我当场不知道如何说。我是抬杠水平行不？嗯，对，你的抬杠水平可以，一级棒。挺烦人的，这造心。俺们家没一个像人的吗？一共六个人头，八个人头，我占六个。有点噎着了。走吧。
我就发现每次我一跟那些陪玩玩，哎呀，都会遇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ID 怎么回事？他现在你看到没有？我每次碰到人之后，对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，我马上到啊，下路。我真的是服了呀！我每次碰到人之后，他就看到旁边看着。我靠！跑得这么快，你挺狂啊！我发现，真是有点狂啊！太狂妄了，我的妈呀！连个点烟都没有。我没说你的点烟，我说他俩的点烟。继续个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严阵以待。扣他！扣他！扣他！好扣！好扣啊！哎呀！走走走走走，薅着来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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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着吧？就在这儿待着吧，没关系。我不想跟这边一起，我点他，他就在那走神。那就回家吧。抽到，抽到之后他就不上，然后就给我送。正好把这个点。其实这个 AD 说的没毛病。等会他又是我，不给他，不给他 W。完了，哎呀！往我这走，弟弟，快来！哇哦！哇哦！你信哥好像有点狂啊！不用觉得对不住我了，那你多发两张照片吧。就对得住你了。你对得住我的工友们了。好嘞，给我吧。你为什么对你的工友这么好呀？那没办法，自家兄弟。那我的工友要是去点点你单，你是要给你的工友看吗？啊，那不是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我给你看，那给别人看，不给别人看，好。我好吧，我救不了他了，我离他太远了。我放个眼吧，悄咪咪的放个眼。把他们你换上，出门出去，你就在这儿，没事，你就在这儿补刀啊，你就在这儿补兵，对，你就在这儿补兵，对，好。是让我去勾引他吗？那肯定勾引你走啊。嗯，你怎么会？你不上去送，他们不可能上，你得上去送。我发现我好像又多了一个作用啊。现在我给你个，现在我给你个讯息，对面的 AD 区家的猫可能在你身边，你可能得走一走。我打完这把给你发吧，行吗？这都什么呀？可以啊。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的呀？我的呀。嗯。特别有磁性。你现在已经为了看照片不择手段了吗？没有。
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觉得你的声音。你是头一个说我声音好听的，其实我的声音啊，跟拉屎一样难听。不不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自己呢？不是，我这有自知之明啊，我不像你。不像我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很菜一样，说的我好像没有自知之明一样。那我说错了呗。嗯，我有的。没太看出来呀。我觉得你的声音很自然，你知道什么叫自然吗？就听起来很舒服，我很自然，就不会觉得很怪异，就不会觉得哇这个人说话很奇怪，听着就很别扭，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话声音好听。高情商，很自然，我学到了。如果有人的声音，你觉得实在找不到夸他的词了，你就说哇，你的声音好自然。明白了。严阵以待。是不是又学到一招？其实你应该是个主播，我觉得。我也算是一个主播，在半半上是一个主播，还有蛮多粉丝的。我先撤一撤。这哪来个薅的？我抢到一个人头！快出来走，大龙吧！我应该看过你直播。我没有开过直播，半半在半半是一个主播。我知道啊，你在半半搜索“半半最菜女主播”。我最菜女主播，这个不行哦，这个不能这样子哦。来，打龙！慢慢最美女主播，我不敢上前啊，这个龙打我好痛。你套个盾不就行了吗？我不敢上啊，我就给你，他给你打个。行，你放点技能吧。上，我还有三秒。远程。行了，回家吧。来个巨型九头蛇。最美女主播。那赵信咋这么不怕死？凹的，来。你觉得你要是一打一天的英雄联盟，会不会觉得手有点酸呀？我们家队友挂机了。有一点，他不是挂机，他应该是掉了。谁掉了？亚索吗？队友是五个锤子、啊。哎呀，队友是五个锤。锤子掉了，可不太好办。我们家其实挺靠着锤子的。他们也算上。我去打个小龙。我跟你去。打一天肯定会手比较疼。好累了，你是怎么去放松啊？手累了我就活动活动呗，我抓点东西呗。有人，我看见人了。你才看见人吗？我看见人了，我才来的呀。走，找波比去。走，来，你往我后边站啊，往后边站。别技能。我不信，我在这边。来，他们要干一波。哎呦，这薅着，这能甩呀？没掉血。推一波下路。我们要去推那个塔吗？对，我们推一波下路。我在你后面，还有人来 Q。你这
得我有一次玩题目的时候被打哭了。对手是武器大师吗？不是，对手不是武器大师。那应该不是我。小心啊，开打。开中，走，开中。拿下。狗头人来干什么来了？狗头人。亚索没上来，快推了吧！完了，我血了。抠一下，抠一下，抠抠！哎呀，被那鱼抠死了。人家把他塔给他砸了的。完了，我死了，我错了。没事儿。他说东在上了。死就死吧，没有关系。他估计是没事儿，估计是凯蒙。对，他说他们俩应该是双排的。推了也给分儿。快快，正常推了也给分儿。他上的慢才不给分儿，他上的慢就直接是叉了。还在停电，我跟你说，我也经历过那种绝望。停电了是不是？也算上。那你停电没有个预兆什么的吗？没有，他就突然间莫名其妙就停，就是你尤其是晚上你打了之后，感觉一片黑。停电一般不都给个通知吗？保险四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弄的，就是过来就是就跳闸那种。你直接跑啊，不用回头，你直接跑。我直接推他家去了。我就跟你说跑。哎，我再跑，但是我吸引一下他，我干扰一下他，然后你就能拖下他了。哎，鳄鱼，打我吧！哎呀，我好疼！哎呀，赢了！你好棒啊！拿去。我给你下单吧，你别给我下单了。这个就很 nice， 是不是就很棒？你就很优秀。真的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去当主播，你话挺多。我等一下，我给你发一下我的照片哦。行。嗯。我看看啊。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发。我是微信给你发呢，还是 YY 给你发呢？你微信吧，你就直接微信就行。嗯。微信发就行。好的呢。嗯，好的呢。我自己看看啊，你们看不见了，只能我自己看了，兄弟们。等，你用的肯定是安卓手机，我听见声了。等。你怎么知道？一般不都是有那等的吗？嗯，对。等。哎，等。取关走一波，哎呀呀，还能不给你们看吗？家人们啊，工友们，别急啊，等一会儿那个还没发呢，等一会儿啊，发了给你们投个屏，行不行？搞快点，我这是工友都等着呢。
我给你发，你看一下。我看看啊，你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呀，哎呀呀呀，第一个啊，我还寻思呢，我说你第一个，你给我发个脸，也没有办法看出来你的身高啊与你的腿长啊。嗯，嗯，我这稍等一下，我这卡住了。嗯。嗯你卡了吗？我卡了，我手机不太好。嗯，嗯，没事。你家窗帘挺白呀，我发现呢。你家窗帘。对啊，我喜欢白色的。你发只有窗帘白吗？你没有发现其他更白吗？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也挺白的吗？那左边那小兔子也挺白的。手机也是白色的，我看出来了啊，你确实挺喜欢白色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其他的白的吗？你的鞋也是白的，裤子也是白的，衣服也是白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没了。你后边那老妹儿也穿的是白色的衣服。还有，还有其他白的。那就没有了。那老妹儿是你朋友吗？那老妹不是我朋友，你再仔细看一下，那老妹不是我朋友，那是我在理发店接头发的时候那个店员，你不止，你别看那一张，你换一张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挺白的？哦，这是理发店呢。啊，对，就理发店，这我接头发的。灯也挺白的，没了。那两天才接的。没了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没了。还有？没有啊。大家来找茬是吧？我看看啊。你看一下那个第，你看一下后面那两张嘛，后面那两张是不是有什么挺白的嘛？右边那个兔子，我看见了。地毯也是白的。哎，不，地毯是粉的，哎，地毯是粉的。哎呀，我，你们家灯什么色的？哎呀，我这个腿它不白吗？啊，你的腿是黄的。白的，那你的腿，你的腿没有你的窗帘白，你这个准确来说属于釉色，釉色。嗯，好吧，这个也是。行，我让我的工友们给你点点关注去，我顺便我开个直播。我召集一下我的工友。你也开个直播呀？啊，我也开个直播。你有几个粉丝呀？你开个直播。我有100个粉丝，我很快就会到达500个了，我感觉。100个吗？100个。那我去给你点，你才100个，我去给你点一个吧，我做你的101，好不好？行。你要给我点一个，来抖鱼搜一下那个抖鱼最帅男主播。好的，抖鱼最帅男，你在斗鱼是吧？啊，我的抖鱼最帅男主播。搜一下。等我一下。我也搜搜你，我79123。斗鱼最帅男主播。男主播，抖鱼最帅男主播。嗯。没有啊，小哎呀，我看到了，不对呀，他上面不是叫斗鱼最帅男主播呀？那可能是卡 bug 了，你重搜一遍，那个卡 bug 了，可能搜一下那个孙悟空。嗯，好，孙悟空卡 bug 了，那可能是。哎，你骗我！你这个哪里是100万？你这个哪里是100啊？你怎么这个好几百万？你这个人，你咋回事啊？
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是100个，可能就是点完陪玩以后就变这么多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我心里吸粉了。你怎么可以吸粉了，兄弟们，吸粉了。你要不要给办个卡啥的？你要成为我557268个粉丝。嗯，好嘞，那必须得有的。等下我找一下啊。不是我的，等我看一下。那看来我也得给你点点关注了。我先给你点一个，嗯、然后让兄弟们也给你点一个。不行，我觉得一个办卡不行。我今天也玩的挺菜的，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的。嗯，我给你送个飞机吧。飞机啊、哦、飞，哎呀，谢谢前妻爱吃面的一个飞机，谢谢你的飞机小姐姐。这是我，不是他们怎么可以说我太平公主呢？我怎么，我不是太平公主，我很大的了。那这是证据在这呢，那也没办法，那怎么整？你说，你不要看那个嘛，你看别的嘛，你看那个就显得我这个很小，你看一下那个比个大一点的。哪有啊，没有了呀，这没了、嗯、你还有一个叫你出生了、嗯、那我再给你发一个，你再给我发一个，那行。等一下我再给你发一个对尖儿，要不起、哎、我孙子三代一。我今天真的挺开心的，我给你发个视频吧。我也挺开心的。不是你给我发个视频。嗯、我真的今天挺开心的。哦，我信你哦。嗯，其实真的就嗯。视频我自己看看啊、哦，我先看看。嗯，我是一个非常就是虽然说我打游戏很菜，但是我就是传说那种又菜又爱玩的。然后你真的非常的好，你又不嫌弃我菜。然后你又不嫌弃我话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不停的说，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。我跟你聊天也挺开心的。我把我这个月的饭钱给你刷了，等我一下啊。好嘞。这个月饭钱？啊，我又给你刷一个飞机。那哪好意思呢？那你这月吃饭咋整啊？嗯，就是没关系的呀，没关系的呀。这个月的饭包在我们兄弟身上了，有没有兄弟这个找陪玩的？可以去这个找找这个，这叫什么？三岁不是三岁，三分 MJ， 三分 MJ 啊，记得去找一下三分 MJ。这个视频我就不给他们看了，我手机发不了视频。哦，对。我看看啊、你让他们来我这里，我给他们看呗。啊，那也行。你有直播间可以视频的呀？嗯，可以啊，我可以的呀。上哪个直播间？就半半。哼，上半半哪个？你们自己看吧，半半我发不了手机，我手机发不了，这属于特殊情况。